大家好，我是在台湾留学的韩国留学生韩国威金天姑。今天呢，我要吃什么呢？就是要吃鲑鱼握寿司。넓은마진짜크죠먹어볼까요진짜비디오같다이거오늘은비디오말고빙고시다를먹어보겠습니다생각만해도군침이한번먹어보겠습니다아너무기대돼진짜커진짜커요오대박너무맛있어입안가득연어가이게진짜주먹보다좀작지만주먹만해요팩해도되겠어이거 엄청커이거这间店名叫三味食堂，你们知道吗？好像蛮多观光客会去，去那边30%，哎，50%吧，50%全部都是韩国人。근데이게하나가이렇게크니까女生最多可以吃3块，然后男生最多可以吃4块吧，我猜了。真的太大了，太大了！와사비를味噌汤会把你的那种油腻的感觉都会，그럴수있잖아요정말원없이연어를먹고싶을때그럴때요거를한번드셔보세요我刚刚不是有跟你们说这个在韩国很有，好想在韩国卖这个，应该会大发吧？台湾太多美食了啦！근데이렇게크잖아요밥은쬐까네진짜이게비리부대 그래서쌍이피엔먹는느낌이좀더강해요봐봐이렇게큰데여기는이렇게작아요今天的吃播到此结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吃播系列如果喜欢的话在下面留言订阅如果有什么想要推荐我吃的食物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拜托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